情况我经常有，因为我之前想问的，但是可能你们在打架，我想憋着，等我们空下来的时候，我问你们。我一下子又忘记了。对，忘了。啊，对，斗鱼是不是已经上市了？好像准备上市，兄弟。好像已经上了吧？我没上。已准备上市，还没有。太牛逼了，直接上市了都要。牛逼！这我自己能上市，我操了个 DJ 呀！自己上市卖啥？兄弟，卖急救包啊？卖自己？卖我的嘴，兄弟！啦啦啦啦！我为啥要通知我呀？我只是个脚趾盖主播，我是最底层主播。那你底层下面还有人吗？好厉害呢！我快要是上市公司的员工了。我们都很高兴，兄弟。过年回家就可以吹牛逼了。我是上市公司的员工。那必须吹起来呀！老厉害了呢。回家别人一问你干啥的，上市公司员工。对，档次就高起来了。其他你不管吗？反正我公司上市了。就吹起来就完事了。嗯。嗯。我是世界五百强员工，卖保险。大哥，就真的是。那种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是世界五百强，兄弟。所以你知道多牛逼了，所以你知道多少赚这些。反正他们那种就是话说是真的牛逼，反正就是先介绍一下啊，就不是那些就是办卡的那些更牛逼，办信用卡那些就是，只要他多接卡了，只要你在他你他，就是你在他那卡产生了交易利益啊，还有一些利息之类的，就是所有钱都会有百分比进入他的口袋。啊，老牛逼了！这个朋友就是搞那个什么贷款的，真的，只要那个十年累积了几十万个用户，哇，发死了！还没说完你就让我走，像个弟弟似的。那我现在不来接你，那也不太好。嗯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挺好笑的。你在干嘛？生气。这真不是我自己带节奏，我就觉得外面那个世界已经把我们公司魔化到一定的程度了，我们去躲这个桥。你这也要撞一下吗，兄弟？完了，咋又是你啊？真的，那个阴谋论多的一批，我操！全世界吧，就算有黑暗也没有那么多黑暗，都把我还有我们鱼油星果就顶在那，就写的跟幕后黑手一样，我的妈的，光明永在，昊天永存。对，我听了，阿文顶在说的就是真的跟幕后黑手一样。反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是里面的一个议员，一个主播，我知道的居然都没有水友知道的多，惭愧啊，惭愧啊！哎呀哎呀，慢点，兄弟！你们发好了吗，姑娘？我这么大一个道理都能开翻了，兄弟！我什么时候？啊，队友来了，对面。啊，我就点两枪，他就死了。98K 我的，谁拿了我98K？不是我。谁拿了我98K？地上，在地上。听到你们那边的。后面有个98K打伤了，看到了。我给打两枪。六倍，地上我有个六倍。难受死了。哇，这个也太帅了。飞哥，我给你带个六倍，好吧。我不要，把那个人杀完，咱们赌桥去了，在这干嘛呢？
那个人呢？哦，我看到了，左边围墙。你再敢露头，我今天让你死着，兄弟！让你去阎王殿。新年快乐！快乐个屁呀、啊！好了。还有个在哪？压过去。在那个 W 的那个石垛那里。吸引的人太多了，赶紧把这边吃掉，然后直接换地方。我的人头怎么被别人捡了？畜生呐！快点，快点，打完走了。能不能给点提高？八十吧。舒服了吧？舒服啊，给力啊，老铁！走吧。什么情况？我明明杀了他，这人头他妈的怎么到别人那去了？这边还有人吗？他这走了。刚刚那个人。有没有扩容弹夹？有。没有。我有四六倍狙破步破枪屁股握把。你怎么这么肥啊？因为我是配件之王。推荐之王，你不要推荐之王。我管他对我有没有用的配件。我们是不是要赌一波桥啊？对呀、啊。那可以了呀，兄弟。感觉。啊，刚点的包有吗？来，我给你们一个红点啊！哎，我原来有扩容啊！哎，我怎么又蹦出一个扩容来了，兄弟？再有急救包，给一个，给一个。我只有一个，兄弟。三个绷带，三个绷带。给一个急救包，给一个急救包。三个绷带，三个绷带，三个绷带。我只有一个，兄弟。基本，我们自己用吧。哦，我现在感觉我不单单痴呆还瞎，我操！外面打雨了，我外面打雷下雨了，不是打雨了。哎，有人过去了，一辆车过去左边了。看到了，来车了。外面下的雨，犹如我心血在滴。牛逼！哎，我现在感觉真的有点老年痴呆了。打麻将吗？怎么了？没有，老是。说话说话说着说着就飘了，说着说着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，是吧？牛逼！好安静哦！没来人呢，兄弟。啊，那我也磕呗，这可怎么办呀，兄弟？你给我打五块钱，我陪你唠嗑。你想得美，你给我打五块钱，我陪你唠嗑，好吧？我陪你。算了，不唠了，我跟海豹唠嗑。不唠，海豹不可能跟你唠的。怎么可能？海豹，你要跟我唠嗑吗？不唠。为什么不唠？嗯，为什么要唠？因为海豹跟我是一伙的，他跟你是一伙的，但是也可以唠一下嗑呀。不，因为我现在跟你是敌对关系，所以他不可能。行，你不唠嗑，我去找道哥唠嗑去。你别过来，拜拜，我锤死你了！妈的，你给我，你看回去。我来跟你唠，我是来跟你唠嗑的，兄弟。现在只有一个唠啥嗑？唠嗑。那我怎么办呢？那我跟谁唠嗑？我这没有人唠嗑，我他妈自己跟自己唠。你自己跟自己唠啊！你昨天不试过了吗？行，中午你在吗？在呀。你在赌桥吗？是的呀，太牛逼了你，哪也挺牛逼的兄弟。哎呀，趴在这干嘛呢？等人呢。好牛逼呀你，站起来了兄弟，可以，不错，等会儿来。我是你的迷妹呢。能不能有两种声音啊？你太强了兄弟。不是，这问题，你用两种声音让我们分辨一下，你这一种声音我们分不出来。行，在吗？在附近。在啊兄弟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赌桥呢。
你太牛逼了吧？一般呢，兄弟。站起来啦！你怎么台词都能一模一样？那不然呢，兄弟？不是，我觉得你给你关在一个房小房间里面，你能给自己唠个七天七夜啊？还不带重复的都行，兄弟，自己跟自己唠算个屁。自己跟自己唠啊，我自己就跟自己说话算了，兄弟。豆豆你好棒，我真的就很棒，我操，很顺口。哇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小马一定要吃鸡呀、啊，必须吃，兄弟。稳了啊，稳了，稳咋不呢？哦，海边又有两辆车过来。哇，还不来人？怎么办呀、啊，兄弟？哎呀，兄弟！真的很想来一堆人一顿杀。看我！不行！让谁看你啊？帅不？性感不？别想偷我甲啊！你让我再看一遍。我不，你想偷我甲？我要六百秒近点看，你别跑，你别跑。哎，开船走了，没人来啊，兄弟！哎，开船走了，给你，会有人来的，你别急、哦。我们只要赌到一对就发财了。嘟嘟嘟嘟嘟。啦啦啦啦啦！哎，今天星期五啊，有没有刚放完假的同学过来看直播的？今天晚上加播啊！今天晚上我又要去，我又要去当水友。当令北的水友去给他打掩护了。当令北的水友，你们邀请我啊！我昨天晚上去你直播间问了你三回，明天晚上是否有活动？你别说话，我问了你三回，明天晚上是不是有活动？我在你直播间打了三次字，你都没理我。你听不听我讲？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，王八念经。那你不听，那我就不说。啊，那你讲嘛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件事情。关于你给我发直播间那个事情，你是肯定知道我们主播看弹幕是有延迟的吧？嗯，有人。而且那个时候我在玩纸人吧？嗯，啊，没有在玩纸人，在下载纸人。你在那个登录界面没有任何游戏，你在跟别人无障碍水友交流，却不理我三条弹幕，足足三条。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，友情的存在永不复原。你听我说，你有没有发高能弹幕？这里没有高能弹幕的，就是那个这挂在屏幕上那个顶端的那个。那字老大了。我直播间刷他根本不会理你的，兄弟，我上次那说他根本不理人。我讲。我是真的没看见二，然后水友告诉我你来了，然后我就立你问我有没有活动，我还想你要明天约我出去干嘛，我就想说明天不上班吗？你一句话都没说，而且我还有你的房管，还有我的房管樊小孩儿可以作证，他亏了我三次弹幕，你并没有理我，你走了，我发了第三条弹幕你才干到说走啦。有点我 yes， 我不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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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听。那我就不说了，爱听不听。秀起来了呀，兄弟！开始了，开始。他这还有人堵车？等着吧，等着吧，等着吧，过来人了。哇、哦，好惨一男。哦、oh。就在你前面。我的心走向玻璃。没有啊，不是说他非要理我，是他说为啥我老是给令北当水友，本来想要给他当水友的，一人一次嘛。你别给令北当水友了，他那里已经够厉害了。我操，为啥他们桥头加油站猛堵人啊？啊，你们开车能不能敬业一点？你拐一下右边的小道过来，让我杀喽。那那边你能不能不当了那边的水友了？他呢？不是，他的叫打不过他们。他的叫我爸爸了，要不你也叫我爸爸呗？我不信他叫你爸爸，除非你给我听。他真叫我爸爸了。爸爸。那他有直播叫吗？也、yeah， 对呀、啊。
对对，漂移漂移，别撞下去，别撞下去，不要撞下去，漂亮漂亮漂亮！啊，又来了兄弟，又来了！你们别开枪，你们别开枪！啊，没，不是你几个意思啊？那队友还在右边桥头啊，当时就在来不来嘛，兄弟？你，完了，左右桥头各一个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大哥大哥，走走走，来了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打一个，打一个。Nice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被捕了。为什么？被人抢了，操了个 DJ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拿最好的装备打最少的输出，挨最毒的打。没有，最少的输出在这儿呢。你在干嘛？你怎么一动不动？他在这里，兄弟。我跟他一起同时开枪，他跳起来就两枪头。跳起来要射就两枪头，我开近了没打赢他。谁在打我？为什么这样子？好，我们将我现在将指挥权交给海豹。海豹，这把你一定要吃鸡。啊，你已经死了吗，兄弟？生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，爱情的存在永不复原。哎，漂亮漂亮，哎，就差一枪。你别压了别压了别压了，他们要跑毒的，那边的车子都不好的。今天他们过不来，放心。但是后面生过的心就像玻璃碎，你们在这里继续堵就行了，还是安全区，下个圈特别好跑。有崩弹吗，姑娘？我直接被秒了，我都懵了，我整个人。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，两枪头直接将其带走。这就是打的好不好，只要几弹子几弹接的准。救命啊，姑娘！救命啊，姑娘！我操，这一波懵了呀！这个鸡巴！稳住！哎，三层楼有。三层楼有人，我要包围。有烟吗？分个烟，周围是分个烟。能救不？没有烟，没有烟。能救是能救，没烟吗？没烟。没有。我操了个 DJ 啊！来，没，这可以，这个真可以，这个真可以就。OK， 位置没问题，位置没问题。完了，祖祖他被修脚修死了。没有，我被修脚了。他被前面的那个。从后面，我以为。跑过来，跑过来，跑过来。不是你要去到前面了，他我感觉他要压过来了，他压过来了，海豹。我们被打懵逼了，兄弟。他只要没压过来就好了，毒药收了。他要现在跳水，我感觉不可能。好像被人搞了啊，没被人搞。好，一枪、两枪、三枪、四枪，漂亮 ，nice， 帮我报仇了，兄弟。前面那个人死了吗？被前面舔包吧。帮你变一下死好了，就等你这句呢，兄弟。我的一手好枪，这桥上都没来几个人呢，兄弟。我靠，下次我们也在加油站堵。下次我们，哎，水里有人，有人，水里有人，可以赶。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你这啥玩意儿？这都没打。你这啥玩意儿？我这都没打中。不是海豹，你这啥玩意儿？这个三分球太厉害，兄弟留点。我用脚趾都压不成你这样啊！留点东西呗，大哥你边大哥你边舔边讲一句留点东西，你是人吗？你真的是人吗？我啥都没舔到，他还在那里叫。哎，那肯定是先给队友爽一下。没有，他这个就是舔完了之后还要队友不问他要装备，我的天。五六
有子弹分一点，我啥都没舔到。来来，我给你分分，给你分。哎，大哥，你张国的心就像玻璃碎一般。也一个没有，太难受。我举爱情的唇啊，好吗？不然。我们还堵前面吗？为啥我没拿图？这帮狗屁把我人头。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走吧，走吧，六六六。能不能跟我一伙？什么？谁跟你一伙啊？这一人一次，他上次也倒给他另一伙了呀，那不能每次都他呀？这里五十八，开搞开搞，有车来了。准备三二扫，漂亮，但是填包游戏啊，游戏啊，有车，那个车过不来了，兄弟。哼，他的队友在他船头，我操，前面救他二打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我操，刚才船的那个好秀啊，扫倒了起来，直接放在他队友的船头。你们看到了没有？好秀啊，又来车了，已经死了。一路扑烟过来，兄弟，灌雷，往烟里灌雷，有雷的往烟里灌雷，别扫了，扫了暴露位置，等一下别人扔雷过来，你都得死。哎呀，别过来！好像又来车了，要冲了，准备步枪吧，他们不冲没得玩了，43秒。咱们有车吗？没车走吧，别走了，走了，别堵了。咱们没车。我们后面有车，有个车。啊，有个车可以打。有个小黄车，爽得很。他们等车的时候再走。Nice。可以开车走，先开车走。别扔了。我一个就算了，走了，开车走了。应该。走吧。走啊，我帮你补了一箱 ，nice， 走。走，快走！别按加速，别按加速，没油。哎，已经完了，看到没有？前面一个车，把这个车打了，把这人杀了，别打车。人杀了。嗯，完了，没了。可以救，这波可以救。我被他了。完了。哦，有点意思。去他奶奶个腿！我战过的心就像玻璃碎一片。对啊，我问有没有，我问有没有车，但没问有没有油。有车没油我也没办法，谁知道没油？有车就可以开掉了。车倒是有车，就是没油，兄弟。车倒是有。